高岛沙发按摩椅，智能声控，动口不动手。哎呦，大事发生哦！在干嘛？我们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吧？我们现在来成就你的幸福。我们现在决定去问你的签唱会，因为老板在蔡哥直播的时候有提到我。阿呆爱问你啊，那个小狮汽车。这个他有一个员工叫阿呆，很会剪片，很会拍影片，真的、哦，他很喜欢你。我之前有跟你讲过，温妮也有提到我。阿呆，请问你8月21号会来吗？对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我不知道他说什么，干。不好意思，你好，我是阿呆。啊，阿呆，谁啊？他就会记得啊。两天前发生的事，这是你第一次见到他本人吗？第一次啊，不然我哪有机会？那你还不想要看本人吗？我想啊，但是我害羞啊。这很像追星欸。对，有点追星。对啊，我不是会追星的人啊。我那么喜欢周杰伦，我一次他的什么退我都没去过。而且我们就看等下会发生什么事。我眼睛在流手汗，而且其实真的蛮临时的，昨天才决定要去。你昨天才问我说，今天要不要去？去啊，怎么不去？难得哎。怎么难得？难得啊，这机会难得哎。难得的点在哪里？就是他刚好有签唱，然后他又邀请你去，他只不过是说阿呆你会来吗？请问你8月21号会来吗？你现在脑子是在想那个画面？我在想我等一下要怎么办啊？我现在心跳跳很快，怎么办呢、啊？而且你觉得我们拍得到他吗？如果大家没有看到画面的话，就代表这一集也不会剪出来。出发喽！出发吧，不要问那路在哪，迎风向前是唯一的办法。你听过这首歌吗？没有。中冠线的。当车声隆隆。然后呢？梦想在震动。我是不是要下交流道？你要跟我讲路哎，我会迷路哎，我不是台北人，我会迷路哎。我爱你才迷路。哇塞，真的走错路了。哎，你觉得人蛋会不会很多啊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不知道温泉蛋的有几颗蛋啊。那个在直播那天很尴尬，你知道吗？蔡哥直播1000多2000多人在看，然后里面少说也有个数百个温泉蛋吧，然后我就这样被提出来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什么？准备好见他了。我还没准备好啊。你还没准备好？你打字眼睛看起来好像准备好了。今天很呛是吧？我很紧张哎，我从昨天到现在都很紧张哎，我还没什么睡。出发喽。是美丽本人的，不好意思，是为了美丽来的。好，你找个位置。我觉得我这个姿态不太对。好，我们在这边，我们现在这边，紧张吗？我紧张。拍个照，拍个照，然后这里的画面，来。不是，你一直拍我干嘛？我们来是要拍那边，不要拍我。前面的摄影老师，来后面的摄影老师。不要拍我！你怎么没有叫一下？我不会叫的啦。现在是拍我吗？界面海报哦。那个我们的麦坏掉了，所以请大家见谅一下。所以没有声音，只能用 GoPro 的收音。就是你紧张吗？好像还好。那我派你一个任务。好，你说。去跟美女本人合照。我不给你。那你记得等下上去的时候要跟温妮说你是阿呆。我尽力好不好？不要逼我，大声一点，大声一点哦，因为我怕他听不到。Hello， 我是留言请你做分手擂台雨伞巾的那一个，就是你哦。对，哎，看有够好笑啊，有够好笑，对，很好笑，对不对？我可以给你拍张照吗？可以啊。没想到你真的做了。没有，因为我那时候想说闪灵剂到底有没有这么好笑，我后来又去找其他部，我感觉闪灵最好笑，最好笑，干爹有个好笑，对，有够荒谬。请问你8月21号会来吗？我觉得我这个姿态不太对，我紧张，我不会叫的啦。我要跟温妮说你是阿呆，我尽力好不好？阿呆，你8月21号会来吗？我们现在就出发了。我学会弹琴写字，为
你好，我是阿呆，我是阿呆，我是阿呆。嗨。啊？我放假啊！我放假啊！我放假。放假。对。谢谢你哦。他可能特别交代，一定要好好交代。真的吗？那他今天会来吗？他今天会来吗？他今天不会，好吧，谢谢。喂，拜拜。拜拜，谢谢。我要去喝水哦。啊？喝水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你做到了，你做到了。你已经出现在温妮的世界中了。对啊，而且他真的记得，哎，他还跟我说蔡哥有特别交代。对，蔡哥，你就是我大哥，蔡大哥，老板也是。老板是什么？帮我制造机会啊。是老爸。爸，你是不是以为我不会来？我今天有来。而且我们今天是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出来。反正很幸运啦，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刚好卡在一个刚好的位置，我们排队就是很顺利的，还在人龙的前面。前面对，应该至少前二十位哦。有哦，所以很快就轮到我了，然后还遇到了梅一本人，没想到他还记得我，还好有出来帮我。而且你刚下来的时候，从那个舞台下来的时候，耳朵超红，他看到你的时候叫你的名字。还挥手哎！我在台下我都听到他叫你的名字，这么大声吗？很大声，所以全世界都知道。全世界的人都知道。阿呆爱吻你啊！啊，好害羞。所以代表你是第一个说你是阿呆的人。哎，对，这样就不会有人仿冒了。对，不会有人仿冒你了。我害羞。哎，因为真的是蛮近的。很近啊，超近，就根本就是隔了一个那个。如果没有对，如果没有隔那个，真的超级近。根本就是在咬耳朵了。啊、你有闻到它的味道吗？算了，不要讲了，好变态、啊。我是没有想到那里去啊。干嘛呢？连合照都可以忘了，我还会想要闻它的味道。活该你单身。我一开始是先跟小卫说，我嗨你好，我是阿呆，然后才跟温妮讲。嗯，就小卫也记得哎、欸。对啊，他们两个都超厉害的。所以我也被小卫圈粉了。你也出现在小卫的世界里了。哎，我今天莫名其妙出现在好多人世界里了，美丽本人。小卫问你，而且美丽本人还知道你是谁。我以为他会不知道，我以为他会忘记那个留言或者什么的。就是因为我叫他去拍《分手擂台》的《闪灵记》，然后他就回说好，然后就真的拍了那一集，太感动了。今天感动的事情太多了，我觉得可能在上台前跟美丽本人聊天，有缓解一下我紧张的那个气氛。好了，反正就这样啊，第一次追星大成功，又被小卫圈粉，开心。蔡哥，我大哥。老板，我爸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按赞分，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成功啊，爽啊 ！Fe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我们刚刚本来去吃藏寿司，但是藏寿司人太多了，太多，我们想去吃海寿司，海寿司，但是我不知道海寿司是什么，你吃过吗？我也没吃过。好，那我们就去吃看看。耶。所以呢，海寿司又很多人了，又很多人，所以我们再去找别家。看看那个杏子猪排，杏子猪排吗？又很多人怎么办？好像又很多人呢。哎，刚才那个杏子猪排，杏子猪排又没位置了，所以我们刚看到一个很酷的东西，串家物，自己炸的，他自己动手炸东西，对啊，好像蛮酷的，所以我们决定好吃，走。请我吃饭了、啊？对啊，你搬家，我不是说我要请你吃饭。很巧的一点是，我今天忘记带钱包。我是真的忘记带钱包。好、啊、好、啊，我请你吃饭、啊，没问题的，OK 的。Yeah. 你不要给我挑便宜的、哦。通常不是说不要给我挑贵的吗？哎、欸，我是那种人。不是啊，是因为便宜的拍起来不好看。